然后我想说什么，我想说来学校我都一定会唱这首歌哈，然后我有一阵子很不爱唱这首歌，就叫香格里拉嘛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这首歌哈，因为有时候主流唱片也会来说黄玠那个谁谁谁最近要发片了，我想要一首香格里拉这样哈，那个怎么可能又写一个香格里拉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我有一阵子就很不爱唱啊，可是最近就越来越接受了哈，因为哦，对不起，我讲话哦都会红一下哈。然后我上一次大港开唱，我有去看那个万能青年旅店，然后反正看完以后，就后来在路上就是张铁柱老师有介绍我们认识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的音乐好棒哦，因为你知道我张铁柱女朋友很多，张铁柱女朋友很多，超多，他蛮好的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铁柱蛮好的，哎，不要打断我，都被你影响哎，啊、哦，然后刚讲到哪了，我就跟他打招呼嘛，万青就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我说哦，你的音乐好好听，我刚都快哭了，其实没有快哭啊，但还是就是要给对方好印象嘛。哦，我刚都快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好听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张铁就说，这个是台湾也是歌手叫黄玠，然后他们就哦，黄玠老师，我知道香格里拉了。然后我说，哦，天哪，连石家庄都知道香格里拉了。我就觉得，其实也还蛮开心的哈，就对对对，就觉得啊，要不要唱万青的歌？万青的歌我不会。唱了秦皇岛，也是妻子在澳洲嘛。妻子在澳洲，不要上场，拜托，我真的会没办法去大陆表演。你知道那首歌的他的妻子住在哪里吗？澳洲，我刚都唱了，不是那个呀。好啦，然后我想说哦，就是这一次摇滚巴士要说的就是什么，说的就是要很摇滚的做自己这样子哈、哦。惨了，我开始要乱讲话了。要很摇滚的做自己哈、哦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影响别人就好。摇滚的做巴士，不要像他这样一直影响我唱歌，他这样就没有很摇滚。就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然后要相信自己，要热情啊，做什么事情都一样。好啦，我的最后一首歌《香格里拉》。小木屋，红屋顶，一直
雨会停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夜空中北极星，迷路的人不恐惧。我唱歌，你在听，一切风平又浪静。聚和弦的根音，抚平脆弱的心灵。我只想牵着你，走到很远的梦里。小木屋红屋顶，地址是一个秘密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。香格里拉在哪里？让我们去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表演。